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明白了，怪不得我每次都见不到我姐夫呢。我姐也真是的，这个人明显看着比我姐大好多岁嘛。唉，我姐咋想的呀？真是。小哥，饭做好了，咱们吃饭吧。姐，先别着急吃饭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，小哥？姐，这个婚纱照上的这个男人，怎么回事啊，姐？这就是姐夫吗？是。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小博儿，你也知道当时咱们家的情况。当年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？家里呢，根本负担不起你的学费。但是，你不知道的是，当年姐也考上了大学。什么？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小博儿，姐说的是真的。当年姐也考上了大学，但是这对于咱家来说只能是雪上加霜，所以
姐就自动放弃了这个上学的机会。后来姐出去打工，遇到了你姐夫。虽然他比姐年长十几岁吧，但是他对我挺好的。而且你上大学期间所有的费用花销都是你姐夫承担的。姐，这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你说你为了完成我的学业，把自己的幸福牺牲了，姐，我怎么对得起你啊，姐？小博，你别这样说。咱妈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现在呢，姐过得挺好的，你姐夫对我真的很好，这些你就不用担心。姐，你放心，姐，我后半生一定会好好努力工作挣钱来报答你的。小博，姐相信你。